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欧白英 Docamara。欧白英，欧白英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的关键的症状呢，就是潮湿天气会差一点。第二个重要的基建的症状呢，就是呢天气转天气会差的，尤其是当天气由夏天变成做秋天。通常你会见到一个病因的情况呢，就是譬如啲小朋友去露营，跟住呢就落大雨淋湿咗，跟住呢就出现呢係伤风感冒啦。咁你会即刻会諗到边几隻疗剂呢，就係、是、野果啦 ,Roostox 啦 ,Docamara 啦，欧白英呢，同埋呢係硫酸钠。咁呢几隻疗剂呢，通常呢都係因为受湿咗、寒咗、冻咗而出现嘅。咁你可能去踩单车又好，甚至去游水吓，咁冻咗之后咧，就出现呢啲嘅病征，伤风感冒。咁欧白英嘅症状咧，通常咧好快就去到嗰个喉咙嘅，加上嗰个腺体嘅肿胀，又会有痰啦，咁但系亦都有时候咧，佢出现嗰啲疱疹，嘴部嘅疱疹，系因为咧系天气变或者系潮湿嘅关系。咁我亦知道有啲小朋友呢係好鍾意呢喺冬天嘅时候就会病嘅。或者呢当有个暴风就快要嚟嘅时候呢，个细蚊仔就会病起嚟㗎啦。咁通常呢佢哋个病呢就一直就好快，第一件事呢就走咗个喉咙啦。跟住呢佢嗰、那个颈嘅嗰啲腺体呢就会肿胀嘅。咁如果你发现呢，咦呢、這个好似同嗰个潮湿天气有关呢，咁你记住呢你要諗嗰个欧白英呢个疗剂。好啦，另外一个应用嘅地方就係去处理嗰啲圆癣 ,ringworm, 同埋呢係 impetigo,impetigo 呢係即係
感染性的脓泡病，那些皮肤病来的。Okay， 其实脓泡病呢在同疗法都是很容易的啫。咁脓泡病 impetigo 呢是一种的葡萄杆菌的感染的。咁有时呢是围绕那个嘴的位置啦。咁出现一些黄黄的结焦的好像蜜糖的液体的那些皮肤那些症状的。咁当然啦，除了欧白英之外的对付脓泡疮呢，其实都有其他的疗剂，譬如砷啦、arsenicum 啦、silica 啦、植啦，同埋呢一个好草好常用的草呢就 echinacea 啦，那个紫锥花啦。咁仲有一个就 antimonium crude， antimonium crude 是一个梯的走石梯 antimonium crudum， 咁呢个亦都一个好用的对付呢啲脓泡疮的疗剂嚟嘅。咁通常个病者呢会通常手脚都冰冷喺个急症嘅时候啦。咁欧白英呢都可以用喺一啲油由嗰啲脚底嗰啲油啊、手指嗰啲油啊，或者呢膀胱嘅感染嘅。好多时候呢我哋会用喺用错咗另外一个疗剂，就是那个 Roostox 个野果，因为它的症状很相似的。咁有时候我哋遇到一些症状，譬如那个关节好僵紧，加上它有又或者伤风或者感冒呢，它会出现那个身体的关节僵紧啦，热敷舒服啲啦，同埋有啲疱疹啦，咁喺冬同埋潮湿嘅天气差咧，咁好多人通常咧会谂起野葛呢个疗剂嘅。咁当然咧，如果你试过野葛疗剂唔即系嗰个效果冇效果咧，咁你就可以谂翻欧白英呢个疗剂嘅。好啦，咁呢个欧白英都系我喺临床上经常用得着嘅，尤其是香港呢个环境咧系比较潮湿啦，咁好多时候我处理嗰啲小朋友咧，好多时候都系用欧白英呢个疗剂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